大的一麻袋的这个，哎呦，发现鱼，过来打过这个藏在峡谷中的这个超级大哥哈，来进去，哎，去。哦，这一只牛逼了！哦，对，这么大的黑雕，哇，直雕啊，这是斑点雕，特别棒的一种，很值钱。哎呀，哟，看，不看吧，这里还是漂漂亮亮鱼，你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鱼？这个。具体叫什么鱼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知道它很好看，来收掉。你看这一只，哇，这一只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石斑？这只石斑很漂亮，你看身上呈这种花纹，肯定是值钱货，先收了。这是一只十九公吗？一模一样，你看啊，不对，这应该是只虎鱼啊，是只虎鱼，很丑。哎呦，这个鱼。这个鱼有剧毒的，很丑，这种鱼很丑，但是听说这种鱼非常的美味。这，哇，鲈鱼，给力哦！这个八爪鱼，已经冒头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哇，这只可以。哎，头哦！哇，这个，哇，这只也有一斤多了。啊，八爪鱼，哪里？这，哎，差点没发现它。哇，这个也大。哇。这边上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那个石斑，看看，看到了，绿眼睛的，一只土斑，哦，漂亮，都吃到了，一斤多吧，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个石雕，不知道到哪只。哎呦，刚才是石斑放哪去了？看，还在，这么大呀，漂亮啊、哦！看到没有，尾巴带点黄色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鱼吗？鱼来了。哇，一只，值钱了，这发财了。十九公哥捡了一堆呀、啊。哦，一堆。你手都抓不过了。呀，还会蹦跶，还没死这一只。捡钱啊！十九公哥捡钱。别看小小的，小心点，有条鳗鱼。哇，挺大，这个有点大。死了吧？没有啊，鳗鱼这种东西，生命力很顽强的。哇，这只很肥呀、啊！哇，我直接给你。这大补啊，这个。哇。哇、哦，牛逼！黑毛。挺大，一斤多。哎呀，鱿鱼，好，一斤左右，五个，应该没到一斤，八两左右。哎，还有一只，两只一起来吧。这什么？包公。加死掉。来了，死掉。小雕，三百雕。这是刚逃跑出来的八爪。还抱个石头，不要石头。收获满满。啊，然后这一只斑点雕，斑点石斑，啊，这个斑点石雕，然后的话，这只大鳗鱼，这几只土斑都非常物极巴西，
好了好了，咱们把这个收进去吧。